网友说他肠胃很差。对，有人问我，有人问我今天有没有落塞，我就说我接近终于有落一次。哦，有人喜欢在我们聊天室跟大家分享你肠胃很差。有人问我、他肠胃很差。有人问我。哦，有人叫你退3000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因为你今天气色真的不好哎、欸。真的吗？肠胃。可能我落塞吧。因为我今天没有遮黑眼圈，来不及。哦，我弄头发。其实你本来就有遮眼，一直都有。平常有遮。我每天有在遮的。你没有？我忘了，我去化梳化的时候。我们一定要遮，不然看起来就很没精神。借什么？我没带啊，来不及啊！剩20几分钟，你要遮什么遮瑕？没关系啊。而且你干嘛那么在意你的形象、啊？有、啊，大家会讨论呢。好，那投你又不是因为投外表。